你想遇见古装剧里的国风世界吗？追寻着国潮的步伐，我们在鼓楼下遇到了一场美食节，种类繁多，各具风味的小吃，哪一款才是你的最爱？红头船款款水中来，国际灯光秀点亮黑夜，得亲眼所见才能感受其震撼。国庆期间还有各种汉服和神话人物互动巡游，击鼓祈福，祭拜妈祖，还能看战国时期的古董展览，细品朝阳剪纸艺术。这个国庆和我一起来潮汕风，解锁国潮嘉年华吧。